小杨哥为测试门锁开门速度，竟和品牌方在直播间玩了起来，结果被小杨嫂当场发现。贾玲，咱俩是情侣啊！来来，进屋，你进一下。进去，进去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快快，进去。你这还像真进了一个房间里，砰砰砰砰，白亮，快快快走，快快快，感觉快吗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快快快，快走，快走，快快快，快进去，快进房，啊不，进房间，看那边，这是后方人，快快快快，砰砰砰，啪，有，快快快，快走，快走。在转角遇见了谁？组啊组啊组呀组呀，你组组，等我帮你组，你组挺好的，我们组组，我跟你组，来来啊，我跟你组嘛，来来再走一遍，再走一遍，我跟你组，来来来来，我刚给我念一遍啊，来继续继续，哎呀，让我看一下嘛，来来，别怕呀，嗯，怎么鬼来呀你啊？来呀，人家都叫你来了，来啊，快。没事的，没事。Later， 刚才那个我哥非让我去跟他走在屋里面走一下，什么感觉？哎，老妹，你要不要跟那个，你要不要跟老妹再开个门？我已经在那等死。开一个。啊，杨嫂刚刚可能没看见。你看你休息就开了，要不就开一个。你休息，你不想休息是不是？你确定吗？奈何小杨嫂想看，小杨哥只能自愿再来一遍。快开门，快开门，快快快，进去，快进去，快快快，着火了是吧？我们失败了。买十来人给我吃东西啊。打不开，打不开了怎么了？你是个狠人啊。看来我刚才我们不知道怎么。怎么还要动？不是，我刚才说这白人为什么打不开？这门怎么还晃？你笑啥呀你笑。造孽。大杨哥讲以后如何带女儿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以后在孩子面前啊，我一定不玩手机，你知道吧？不能让他玩电子产品，伤眼睛。而且他要是习惯去玩手机了，以后后面那别的玩具都不玩了，我以后多跟他互动一下，对吧？没事带他去钓钓鱼。我心想是不是带他玩玩具啊？对，给他看看书啊，哎、叫他哎，给他去说点故事啊，乖乖，直接来去钓钓鱼。醒秀拔茶，搞一个儿童度假杆，这样的话，以后我跟我媳妇我说老婆我要钓鱼，他肯定不给。我孩子说妈妈我要钓鱼，去吧，跟你爸一块去。啊，以后他小学了，不是问他有什么爱好，我会打篮球，能卖过吗？我会乒乓球啊，我会画画。然后我孩子说我会路亚。二十克，我的妈，老师路亚是什么？我都不知道。这能卖吗？路亚是一种非常，你想多高级？哎，路亚轮子你拿看，这是水滴轮，这是。哎，这想着就想着我就高兴啊！张凯阳先生，你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黑？我带他钓鱼钓的，怎么了？不服啊？我跟你说，以后小学赛跑绝对拿第一名，为什么？天天被于正追，我和我女儿天天被于正追，追吧！我带我女儿练跑步呢，追！哎，于正，请追我。女儿是要，那以后就成为女汉子了。怎么跟女汉子？我已经知道过，女儿得怎么养啊？叫穷养儿富养女。我水滴能一个3000多，我给他买10个3万块钱了。这是不是他是喜欢吗？下周钓鱼，你怎么知道他喜欢钓鱼了？一定喜欢钓鱼。你的、啊、上次的锁你不是你的给你妈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玩路亚，你看这个锁拿杆，这个锁摇轮，是吧？你听我讲一遍啊！我孩子现在睡觉都这样睡了。哎，真的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啊！啊，孩子，他的爱好是你发现出来的，懂不懂？他如果喜欢钓鱼，你可以带他钓；他不喜欢的，你带他钓个屁啊！为何小杨哥如此痛苦？原来小杨哥带货牛排。却在牛排拿上来的时候不小心把叉子插到腿上。看一下。七冷牛排3分熟的。我的妈，这谁煎的？这1分熟。白亮。这不要人命吗？这能吃吗？吃了神女卡。刚刚还说绝不是吃的小杨哥，因为看到评论区说吃了生女儿，立马跳起来吃了1分熟的牛肉。原切西冷牛排。一片鲜虾的话我们餐厅是188的。日常价是2910片。我也是299，其实我299几片呢？14个，直接放5个，16个啊，16个牛排，再加黑胡椒8袋，番茄酱8袋，黑胡椒海盐16袋，299上车。小杨哥带货富安娜99+1的羊毛被，粉丝不相信是真羊毛，现场直接解开测试。啊，这个是吧？啊，这个衣的。好，这个来，我看。这他们回去可以补了，可以补，这补过我穿我用。羊毛，新西兰的。哦，对，
真的闻一下啊！好，那也是刺一下啊，打火机刺一下。我来吃一下，这个头发的味道，哎呀，这么看啊，你看我变魔术啊，行。品牌方也是拿来了他的质检报告，质检他的绵羊毛，是的，99+1，不光是羊毛，是新西兰的羊毛，新西兰报关单，新西兰羊毛，新西兰羊毛，1.5米的这个里面填充丝巾，1.8米的是2250克丝巾棒，对，今天的响哥直播间是多少钱？2199，啊，你妈别乱说，我他妈掉下价是2199，这个是，你看，这个是活动价，这个是在他们旗舰店的价格，来，多少？今天再选一个直播间，99+1的新西兰羊毛被，1.5到1.8米的269，1.8到2米的299，上车。小杨哥带货婴儿手口湿巾，没想到一句话，竟让大杨哥直接破防。我俩儿子长大啊，给我带俩媳妇来。我的女儿长大，干什么？哎，我的女儿长大，我带个上门女婿。哎呀，哎，你想啥呢？你想啊？婴儿手口湿巾，就这个不仅他大人可以用，小朋友、小孩、婴儿都可以用。这个带回去给我女儿用啊。好，来来，看多少美呢？啊，别搞啊，别搞啊！39.9是多少？我看一下。三包加厚版的，哎，加厚版39块钱，这么大一包，加厚版，我用给你看这，啊，真坏，脏都死了，脏都死了。响哥直播间啊，你看这是普通的对比啊，这也是80抽的，这也是80抽，你看，我的妈，没有被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今天响哥是10包啊，这是80抽的，对，对比一下，啊，也是80抽。今天响哥多少钱了？59.9块。我这个每次来多少单就没多少单。大杨哥的坑地操作，差点没把小杨哥送走。给，快吃。不行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搞几口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冲太大了，冲太大了！哇，好臭啊，又臭又冲又辣，我的妈！你去搞点牛奶喝，搞牛奶喝。干嘛？干嘛？啊！快吃！我出玉品阁的王水饺，讲看看啊，这是玉米猪肉的，两袋玉米猪肉的，四袋了啊，四袋了啊，韩式泡菜的，黑椒牛肉的，再给兄弟们来两袋，天饺加在一起多少钱？99.9，上车。